我们班的麦思冲100米自由泳游是过50秒35的成绩，高中时期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我是校电视台的记者李黛希，19体育新闻的。你不是要采访我们第一吗？怎么介绍上你自己了？哦，对，麦思冲同学，请问一下，你进游泳队的目标是什么？拿第一。可你已经是第一了。过去的成绩没有任何意义，我要的是下一场比赛的第一。太帅了！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谈恋爱会不会耽误训练？如何兼顾啊？体育竞技没有爱情，我是要为国家争光的人，只和比赛谈恋爱。